我老爸没有讲话，就看着我的脸，有像生病的人吗？不像，不像，不像啊、哦！可是如果你看到我以前的照片，你真的会吓一跳，因为真的很恐怖。我生病的时候是4年前，忽然有一天，如果你检查到的时候，你突然是第三期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整个人会傻去，对吗？所以我小孩还是很小，才7岁，5岁，那个时候你觉得会怎么样？整个人就都不知道要怎么样。可是你去听了的时候，人家说你第三期，你要不要去割？一定去割了。割了的时候，医生跟你讲说你的 cancer 是80% 的。怎么样啊？听人家讲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，你不要做期末哦，你做期末了，等一下你吃中药就不能好了。那你要怎么样？听哦，就什么都不吃了，不吃了是不是去找中医了？去找中医治疗，去起马仑啊，去脚力啦，去找中医。找了的时候怎么样？因为中药是慢嘛。弯了的时候又没有做皮膜，就越来越大，伤口就烂到很粗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想到跟我一样吗？死掉就算了，他不准拿一把刀，是吧？可是呢，我看到我的小孩，我又很疼小孩的，我要死吗？我起来是不是很好啊？所以好彩我一刀什么地方，这个是我老公。有的人老公是很喜欢买东西给老婆吃产品的，可是我老公是讲什么，他东西都不买的啦、哦、是老婆买的 OK， 可是钱是给我的。那他突然一天的时候他一直买爱多美的产品，从来没有买过产品的人啊，他突然买产品啊，你会感觉怪怪吗？整天爱多美爱多美，那我躺在床的人啊，他一直说你去做爱多美啦，你去做爱多美啦。我问你，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啦，他一直叫我去做爱多美，我问你人吗？笑到半死是不是？我就哎呦，力都没有，声音都没有，他叫我去做爱多美，不用跟他讲啊，好像这边筋这边处，因为他知道我朋友很多，我嘴巴比较散板，很爱讲话。有一天我就一直看到他东西很多，就来看看啊，是没有问题的吗？反正医生说你锁了三个月会失调的，对吗？没有关系啦，来看看，无所谓嘛。治疗如果可以活，是不是我抓到的？活一天算一天，对吗？如果没有，来连机会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吃吗？第一天吃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讲，从来5点才睡觉的人啊，今天可以10点睡觉，好不好？好。爱多美产品好不好？好。所以有的人说不要吃，我吃了这啊，怎么样？你吃了六包不会这啊？不会啊。其实他跟你调理的，调理的时候一定会有问题。试试看先，你是一天先，两天先，看怎么样，对吗？我治疗第一天是这样，第二天的时候呢，因为我声音都没有的人嘛，跑到这边也没有声音了，没有声音了的时候，突然今天早上讲都不停哦，一直讲话，我女儿说什么？我妈咪回来了，因为我以前也是很紧张的嘛，很伤怕的，所以我回来了，是不是表示这个爱多美的柠檬又对我有效？有看到吗？所以机器吃了，我就问我老公，我要去知道这个爱多美的产品啊，在哪里听课？他就跟我说，在他家，我跟他说你去听咯。OK， 我本来肿到怎么样？手肿到这样的哈、啊。是这样走路的，以前我是这样走路的。那脱衣服不能脱的哈、啊，要叫谁帮我脱衣服呢？叫我女儿咯。那就买全部这样的裤，自己可以开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手肿到这样吗？那我进医院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是掉我膝垫了的。哦，膝垫是因为我背进水嘛，所以我走路是这样。
哎，鬼鬼要。那我第一次去听那个拉雅乌拉的时候，要爬到三楼，因为现在是在三楼嘛。爬上去的时候还会很喘，因为没有人跟我知道我要怎么样吃嘛，我就要去先去听课喽。要知道怎么样吃这个羽毛球，对吗？那我也不能跟你们做这样久久的，我半个小时就要躺在床，因为我两年多一直躺在床的。那一个礼拜我又在这那边又在听课，我可以走路上去不会喘，一个礼拜啊，不会喘。那连坐在那边呢，半个小时就要躺的人，突然可以三个小时不用再躺，也可以听课听到晚。会做来做去这样 ，OK 吗 ？OK， 产品好不好？他给爱光一个掌声啊！所以就继续吃喽。我要知道这个产品的时候，我也要掌握对人嘛。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。你们是有人介绍你们进来的，是不是？我是去找我老大的，我要加入你们。那他就跟我讲怎么样吃羽毛球呢？他教我怎么样不用啦，教我一天要吃几包啦，又要加红参啦，因为我中飞金水嘛，飞金水一定要加红参的。没有病的人，你觉得你老了，你走路也会喘了，你也要吃的，因为补我们的气很好。你会觉得老人家也是，我这样都也不要。治疗的时候他说去走走啊，不会很喘。那这样过了没有多久，我又在吃，越吃越大量吃了。大量治疗的时候我吃三个月罢了，本来不能坐飞机回去印尼的，我就跟人回去印尼介绍人。2017年5月1号我就飞去印尼介绍人，三个月罢了，帮不帮？真的看到了。所以我的生活呢，你看慢慢都会好起来，这个就是我了。你们看到这样，你们会觉得要活下去吗？因为那个伤口真的很臭，臭到你的妹，人家在医院都会闻到你的臭。那你看我的手，中午我会拍照啊，因为我姐姐他们在医院嘛，一直叫我拍照拍照拍照，我很讨厌拍照的，其实变成做爱多年的什么 FB 模样。那你看我的照片真的很恶心啊，现在健康就好了。你看我走，我站起来不会歪到这样的嘛，我每天跟我老公讲，哎，你看我啊，我的身体有还是有这样歪嘛。他说好很多了，好很多了。那 OK 了哦，老公不嫌弃就好了啦，对吗？你看我的脸也是改变很多啊，本来只是吃羽毛球的，你要介绍人啊，你不用他的产品的嘛。你要美吗？现在你看我去成功血液坏了，我问他，你有看到我的脸上生病了吗？他说啊，你生病的咩？你第四期的咩？可是我跟他讲，真的我是第四期的，爱多美好不好啊？好，又年轻哦，给他掌声啊！